第四个降蛇，降蛇，降蛇就比红蛇的颜色更红一些了，更深一些了，深红蛇，降蛇，这个颜色比那个红蛇啊更红了，更红了，降蛇，降蛇就是比红蛇更深了，带深红蛇，甚至带暗红蛇，暗红蛇，颜色更深了，颜色没有那么鲜艳了，红蛇鲜艳一些，降蛇颜色更老了一些，更深了一些，带暗红蛇，甚至是，这个颜色就暗了吧，不像前面讲的那个红蛇那么鲜艳，暗蛇就说它有脱氧的表现，里面不但是红，并且颜色变深了，变成紫暗蛇了。什么问题？和红蛇的性质是一样的，它也是举热肾阴虚，这个和前面的是一样的，前面的是热肾阴虚，这个也是热肾阴虚，只是到了降蛇比前面的红热更严重一些，或者热是更深了一些，更深了一些，有血液运行不畅了，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颜色越红越深，热就越深，成这么一个正比，成正比，由红蛇发展成为降蛇，就辩证的时候微气溶血辩证了，认为是微混症、气混症已经到了云混症、血混症了，深了一些，或者是阴液不足了，阴液不足了，这是色体的络膜，运行不畅了。色体运行不畅，有这样的表现，这是降蛇的主病。色降里面又注意看，要结合有没有色胎。色降而有胎的是，就是刚才讲到的热于营血，热于营血啊，脏腑雷热滋盛一种表现。有胎，上面还是有色胎，这个降不太明显啊，不是颜色还不是很深，但是是颜色深了。暗红了，这边上是暗红色吧，是不是降蛇暗红色色胎，有胎热于营血的一种表现。如果色降了无胎，或者少胎无胎，或者有裂纹，那就是阴虚火旺。它主两个，一个是里热滋盛，一个是阴虚火旺，怎么判断它是有胎阴虚火旺还是里热滋盛呢？一个从色体的大小来看，里热滋盛，阴液亏虚不很严重的时候，色体相对大一些。那么阴液亏虚，阴虚火旺，阴液亏少的严重，所以色体会小一些。同时，色体干燥，有裂纹，有裂纹，色体无胎，这样的表现，没有什么色胎，没有什么色胎啊。这个病人呢，色胎很少，色降，色降。但是也还有精液一样的啊，反光啊，这是照起来反光，反光了，说明阴虚火旺可以出现舌质降，里热滋盛也可出现舌质降，里热滋盛可以出现舌质，阴虚火旺也可以出现舌质，舌质和舌降实际上它的性质是一样的，只是降比红舌吃舌更严重一些了。第五个是紫蛇，颜色更紫了，暗了，紫蛇暗色了，这就是个紫暗蛇，颜色很暗啊，颜色发紫了啊，色紫发紫了，紫暗的颜色。紫暗蛇它是可以出现团蛇的紫暗，整个蛇子都变成紫色，刚才那个病人的舌质就是整个都变成紫暗色，同时根据它的紫暗的程度也有比较浅一点和比较深一点的不同啊，有淡紫色，这个颜色暗吧，紫色，还不是很深，紫暗的颜色不是很深，但是现在紫暗色这边上就明显
特别明显一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紫岩的，甚至现在一条紫岩色，紫岩的很明显。淡紫色这是，紫色红啊，泛显紫色，紫红色刚才是淡紫，不很红。那有的色子紫而红，颜色很红，又现紫，紫红色。紫色和红色实际上和那个僵色就差不太多了。僵到了几点，僵的时候它也偏紫啊，那么现在紫红也是颜色红的里面透紫色，有紫色就紫红色。还有一种色僵而泛现紫色，色僵刚才是讲的红，色红而现紫色，那么色子僵而现紫色，就僵紫色。前面我们讲僵色的时候也讲到过，讲到过，那就是僵紫色。色子僵，颜色很红，并且紫，你看这一块特别紫，你看这里都很紫，紫色，僵紫色，僵紫色。这几个淡紫、紫红、僵紫都有紫存在，不同的是这一个颜色不太红，这一个颜色红了，这一个颜色带僵了，是僵色和紫色在一起，这个是红色和紫色在一起，这个颜色并不红而出现沁紫，有这样的区别，根据那个颜色的程度有这样的区别。这是整个色子都现这个样子啊，前面就讲的整个色子都出现的，它除了整个色子以外也可以出现某一个局部出现沁紫色，并不是整个色子出现沁紫了，而是哪一个地方啊？比如说这个色子就是这一条色边，色边上有一条蓝色，这些地方并不现的色子吧，色间并不紫，是吧？这一边可能也有暗色，因此这个病人是色边沁紫，色边沁紫，色边沁紫，这就是斑点色，有斑有点，或者条紫条色，这是条纹状。紫色整个紫色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血行不畅，血液运行不畅的一种表现。整个紫色说明是血液运行不畅。如果是蛋白二线紫色，由蛋白色或者红绛色发展而成，淡紫，颜色本身淡而化紫，和红绛而化紫，它的病机不一样，病机不一样啊，它的原不一样。一种是寒生阳虚，气血运行不畅，出现的淡紫色，色太白，色子虽然颜色是紫了，但是色胎是白的，色质并不红，那是属于缺氧，阳气不足，气血不能够推动血液运行，所以先来一种阳虚寒生，血液运行不畅，都是血行不畅。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？阳虚寒盛，阳气不能够推动血液运行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个种情况是热斗生于云穴，阴虚而导致气血不畅，生于到云穴以后，血液浓缩了，阴液亏虚了，热斗直盛了，气血拥聚了，这个时候那它的颜色一定是紫红紫僵，颜色一定是红和绛，一定是色子上面精液不多，一个是云舌，一个是甘草，一个是紫或红或者僵，一个是淡青，一个是舌苔白。这个舌苔的话，如果有舌苔，那可能是苔黄、苔焦、苔黑这种表现。说血行不畅，为什么会血行不畅？寒凝可以导致血瘀，热盛也可以导致血瘀。下面这个紫僵，这个紫红僵紫属于血热
约圣道之地，半指是阳虚寒凝所导致的。这种病可以有很多的情况，多脏可以出现，回的病、心的病、肝的病都可以出现，都可以出现的。血行不畅，回气虚，回气不宣，长期缺氧，呼吸困难，当然可以出现舌质紫僵啊，是吧？温热病火热之盛也可以出现舌质发僵啊，舌僵啊，是不是啊？心理病，肝气郁结、肝血瘀肿，都可以出现舌质僵。从病来说，脏腑来说，可以出现多个脏腑。外伤也可以出现，外伤也可以出现。受伤以后，局部是伤可以在舌质上反映出来，全身的伤有时候也在舌质上也可以反映出来。舌质上面局部出现了斑点、出血。所以这种舌质，你看总的原则是血行不畅，也就是说有血瘀，有血瘀。但是我们教化上，我的建议要注意，隔去这种情况叫做瘀斑瘀点，把这个症状啊称为瘀斑瘀点。我的认为还是叫做青紫色的斑点，或者色质紫暗，色质淡紫。瘀为什么？这个瘀一讲到瘀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？是一个诊断性的结论，七字血瘀，那是我医生诊断是血瘀。作为这个症状来说，你不能说它是瘀斑瘀点，它本身它就是斑和点，你跟它要加上一个瘀上去，所以建议不要加瘀，是结论是七字血瘀，瘀血那是对的。但作为这个症状这个体征来说，它不，我建议还不叫瘀斑瘀点，就是斑点，青紫色的斑点，或者色质紫暗，色质紫僵，这样的体。第五个还可以见于什么情况下呢？整个色体又肿大又变青紫，可也可以见于食物药物中毒。所以青紫舌它的出现的情况啊，好多情况可以导致青紫，色质青紫啊，可以导致的原因比较多，多方面的原因可导致的。团舌的青紫是团身心的七支血瘀，局部的青紫、局部的斑点也可能是局部的血络受损，某一个部分受损啊。这些具体的是哪一些原因导致的，恐怕要结合团身情况，结合病史来进行辨证。我们要求学生掌握的是血行不畅这一个原则，凡是紫舌是血行不畅。那么紫舌受于寒还受于热，要结合它的颜色，淡青而紫还是红僵而紫，色体是干燥还是湿润，这种情况来加以辨别。如果这个颜色又不深又不淡，又不干燥又不湿润，没有特殊的表现，就是舌质淡紫，那可能就是全身啊，局部的血液运行不畅，它就不偏寒不偏热，就说有偏寒的有偏热的，也有没有明显的偏寒偏热，就是一般的七支血瘀的，都有可能出现舌质紫。药物中毒、食物中毒也可以出现，也可以出现。如果舌质是由蛋白而变成蛋紫的，原来是一个蛋白舌，蛋白舌不但是白，并且慢慢变成紫了，那多半是寒湿、寒盛。蛋白是气血不周吧？我们讲蛋白舌也可以见于阳虚，讲蛋白舌的时候也讲过，主要是血气气血不周，但是也可以见于阳虚。如果由蛋白变成了淡紫了，那肯定是寒湿阳虚了，阳虚的症状就会明显了。由于阳虚以后不能够推动血液运行，因此出现了
由白啊到了紫了。如果原来是又色至红或者色至姜，又红又姜的色质变成了紫色，红紫红色姜紫色变成了这种，并且色体是干燥的，那么肯定是热邪进一步发展，热邪进一步发展，渗入到营血，津液不足，血行障碍。所以要结合、从动态上来看，原来是由白色变成的，原来还是由红色，现在变成的紫色，看看舌体是干燥的还是湿润的。从全身结合，是发热还是怕冷呢、这些情况呢进行辨别。第二方面的改变，舌形，舌的形状发生改变。舌形的改变，具有大小、老嫩、胖瘦啊、等等的不同。一个是老和嫩，老舌和嫩舌，有的舌质显得比较苍老。这个苍老，舌质苍老怎么说啊？怎么知道它苍老啊？这都要靠自己去体会、去认识。我们说人苍老，这显得老。有的人显得嫩，到了60岁，哎呀，我怎么看你还是40多岁啊？有的说你10-20年，我看你都没一点变化，他好像都没有老，实际上老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觉得好像不老。也有的人年龄并不大，一个50岁的人，另外一个人看到他，哎呀，你还不到70岁吧？他看到他有70岁的，是有60多岁的。那么这个老嫩也是体会比较，那怎么去看老嫩？反正一看这个人显得老不老啊，就从什么地方看呢？我们一般来说是从这个纹理的粗糙，有没有皱纹，坚韧还是柔软，这样的判断，主要是这些判断。还加上颜色，鲜艳还是比较暗，肥暗一点，这是个综合性的判断，设置老和嫩呢、一个综合性的判断。就像我们看人到底是人老，你是看他的颜色，什么颜色就是老，什么颜色就是嫩。看他的皱纹，额头上有多少条皱纹算作老，多少条皱纹就算作嫩，没有绝对的概念，因为相对于比较一看就看得出来老和嫩。那我们看一个苍老舌，这个舌质舌体并不大，但是看上去显得苍老，显得苍老，这还不是典型的苍老舌啊，不是典型的，显得老，多半见于实症，老是见于实症。嫩，纹理细腻，胡胖娇嫩，色质浅淡，色的颜色浅淡，和那个豆腐脑一样的，豆腐一样的，显得比较很嫩，很润滑，娇嫩。当然一般来说显得胖一点，胖一点，水分多一点，它才嫩得起来。所以呢，那就是娇嫩舌。这个一比较起来，色体要显得大一点吧，一看上去就不是那么，相对来说它就显得嫩一些，那个就显得老一些，显得老一些。两个色子拿在一对比，就可以看出老和嫩的区别。嫩舌多半是见于虚症，什么虚啊？气虚啊，血虚啊，阳虚，脾胃虚都可以出现。这是老舌和嫩舌相对对比着来看，一个是主实症，一个主虚症，一个是苍老，一个叫做娇嫩舌。色体娇嫩，色体嫩，色体苍老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写病例，要描述，写医案，就要这样的写。他的机理，为什么会老，为什么会嫩，那就和他的气血啊，这些运行啊有密切的关系。邪气的充盛，对组织一种损伤，所以出现苍老。水液的停滞里面，它可能就出现色体嫩一些，色体嫩一些。这个具体的机制
教材上也有啊，我们自己看，我不才重点掌握它。但重点掌握的是你能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色体是苍老还是娇嫩。苍老的舌质反映什么问题，娇嫩的舌质反映什么问题。至于它的机理，我们总是从阴阳气血啊这些道理来进行解释的啊。第二个是胖和瘦，舌质胖大还是瘦小，舌质胖大还是瘦小。胖大舌质大，甚至满口。为什么会胖大一些？舌质为什么胖大？可以是气血壅聚，也可能是痰饮水湿，痰饮湿邪停留，这是最常见的舌质胖大。这个舌质显得胖大吧，应该伸出来这里些这么大了。舌边有齿印，舌质的颜色淡，这应该是舌质淡嫩胖，还应该加一个什么匀，匀滑吧，有精力吧，色淡嫩胖匀滑，这样一种色相。这种色相反映什么问题啊？有水湿痰饮内停，有水分太多了，痰湿水饮停聚在里面，色大满口，色边有齿痕，这是胖大舌。还有一种色大满口，舌鲜红甚至青紫，色泽甚至是去了以后收回去都很困难，那就形成肿胀。肿胀也是胖的这一个大的范围，肿胀就跟我们说胖子或水肿的人你看着也不完全一样，但是胖或水肿它的表现可能有些是相样相似的。那么这种肿胀舌满满的一口啊，是不是啊，显得大吧，比前面那个就显得更大一些，并且舌质的颜色是偏红吧，舌体满口肿大，肿大，这不是他故意变成那个样子，因为什么？他的舌尖也传不出在这里线，并不是说我故意的生成这么大，满口整个口啊都是，舌质肿大了，多半是舌头上翻，刚才讲舌质也是红的，舌苔也是黄的。淡黄色不太黄的厉害，呈淡黄色，舌头上翻。如果这是讲的肿大、胖大、肿胀，这是一类。另外一类是色体小了，变小了，色体瘦薄、色体瘦小的话，这个色体小吧？前面就这么点了，你看这地方虽然伸出来这么大，前面很小了。舌苔也没有什么吧，舌苔也是颜色不红吧，颜色不红，偏淡，颜色偏淡。因此这是什么问题啊？气血两虚，气血两虚。如果舌质红一些呢？舌瘦而红，舌红小，舌红瘦，那就属于阴虚火旺，属于阴虚火旺啊。这是不红的，那多半是气血亏虚；如果色瘦小、瘦薄而红的，可能是阴虚火旺。这个机理也容易掌握。为什么胖大？痰热、火毒、湿热、水湿内情可以使它胖大。为什么小了？气血不周，阴虚火旺，精力不足，可以导致。所以这个原因我们也不详细的一个一个讲啊，机制不详细讲。第三个点词，色彩变化的点词，上面有点，甚至像刺一样的伸出来了。这个点你看好明显啊，这个钝状乳头啊，一点点的啊，是吧？点刺舌，有的地方像刺一样的伸出来了，像刺一样的点刺舌，色泽很红吧？色泽整个红，很多的钝状乳头增生，红色的点刺舌，点刺舌，点刺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分为红心舌、红点舌，跟它的颜色分为可以紫红、深红、红绛。
原来的点磁石，原来这个点呐、啊，六板胶材好像都还是 CD， 有白点，有红点，有白星石、红星石，白点，白的点的心呢，大家后来讨论了，点磁是一种热毒，热血之身，应该不是白点。临床上似乎也没有看到个白色的点磁，看到的都是红色的点磁。白色的点磁呢，就舌子上面好像有很多星星一样的，天上星星亮晶晶啊，白色的没有看到过，看到的都是红色的。因此后来我们心理教材里面就只有红星色、红点色，没有点白星色、白点色，没有提这个问题了。磁这是点，一点一点的，如果像刺一样的伸出来，甚至摸上去，抚摸的时候，闷的时候啊，感到有点挂手，那就是磁了，芒刺了，上面像树上面长的刺一样的啊，颜色多半是深红色和甚至是变黑色，色态变焦，像这样的。这是真像是一口口的刺一样的，真像那个树上面长了刺一样的，怎么伸出来了啊？当然摸上去会不会摸得到啊？有一点点这个周围啊，小血管呐、啊，扩张了、啊，小血管扩张了，就像一个分了几个叉一样的刺，颜色红，深红色是吧？深红，这就是点刺蛇，盲刺蛇。红点蛇、红星蛇、芒刺蛇，点和刺可以同时存在。实际上前面看到的那个是既有点又有刺，所以把点刺可以合在一起。点刺的部位多见于舌尖部，我们开始看到的那个不仅仅是舌尖部，整个舌体舌边都有啊。舌尖最常见的是舌尖啊。点刺什么问题啊？热极，血分有热，热到了极点，或者是血分有热，啊，热的越严重，它的点刺越明显，越多，越大。热越严重，点刺就越大，越多，颜色越深，越多越大越深，这就是点刺啊，它和热是成正比的，啊，是一种热极的表现，热毒的表现。再结合它的颜色啊，那中医那可有气滞血瘀啊等等，总的说是一个症状与头增生所导致的啊。色红而且盲刺，它只是气分的热身，如果是阴虚火旺，也可以导致起盲刺，那色体会小一些。热于云血的热斗之盛，那么点刺颜色色质的颜色更会更深一些，浆啊，偏紫，这都是根据它的色质的颜色来判断，是血混还是气混，哪一个热更严重，那就结合色质的颜色，是盲刺点刺的多少，大小来进行区别，这个是一般的区别方法啊。第四个是裂纹色，有没有裂纹？事实上有没有裂纹？裂纹蛇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一个，这又是个裂纹蛇啊。前面看那个枯白蛇的时候，它也是很多裂纹，这个也是裂纹蛇，也是裂纹蛇。像好多的这个田地里面没水啊，干了以后开裂了啊。它的颜色还可以，不炫淡白，也不炫红，颜色可以，但是有很多裂纹。有很多裂纹啊，这个裂纹蛇就是讲的色面出现了很多的裂纹裂沟，深浅多少不一，色上面没色，裂沟里面没有色胎覆盖，色那个裂纹里面沟里面没有色胎覆盖，如果有色胎覆盖的，那可能还是生理现象，生下来可能就有的。它的裂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，人字形啦、
摇字形啊，弯弯曲曲啊，和这个刀锅里剪刀剪吹了的一样，那都和很多形状，我们已经看这两个都是裂纹很典型的，很多的形状可以出现。有的裂纹看上去很怕，看怕，好像是刀子划了，划的稀烂了，这个狮子蛇。裂纹蛇原因比较复杂，前面讲的芒刺蛇就是热身，或者是还兼有阴虚。那么裂纹蛇既可因为热身，也可因为阴虚，也可因为气血不足，还可因为脾虚，好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裂纹。它的原因比较复杂，可以鉴于多种情况。至于怎么辨证，那就结合全身的情况。如果是色红见到有裂纹，很红，刚才这个你看是红绛蛇吧，很深的裂纹，这显然是一种热盛伤筋的表现吧，热盛了，筋一受损了，所以它是热盛伤筋，色体失掉了余韵，色与头萎缩了，这是红绛而见有的。淡白而有裂纹，颜色很淡但是有裂纹，按道理说颜色淡不应该出现裂纹，但是颜色淡而出现了裂纹，多半是你看起先讲到的那个枯白蛇，颜色很淡，这个地方甚至像剪掉了一块，很多的裂纹，很多裂纹，是这个裂纹沟里面没有色胎分布，这什么问题啊？血虚，不能够血少了，不能够营养蛇体，所以蛇子自然开裂了，开裂了。如果是色淡而胖嫩，色子大，色子大应该说不会有裂纹，那么边上有齿痕又出现了裂纹呢，那是脾虚失困的表现，脾虚有湿，这个病人应该说色子胖大还是不明显，边上有一点齿痕，这多半是脾虚失困不太明显啊。如果色子还胖大一点，那可能有那个也仍然是为什么脾虚会营养不良，气血生发无源，所以色体失调于养，因此可以出现和那个血虚的有裂纹是差不多的，它的原理是差不多的。还有一种先天性的蛇裂，先天生下来就有的，并不是在生病以后出现的，这种裂纹也可以是这种情况，请大家注意啊，先天性的生下来就有，它的特点是那个有裂纹的地方沟里面仍然有色胎分布，那个裂纹里面呢有色胎分布，这是先天性的。还请大家注意一个，这个裂纹呢不一定是现在生的病，原来这个很严重的病色体裂纹了，那个病已经好了，甚至好了十年八年了二十年了，但是色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，一直有裂纹，有这种情况啊。你不要一看，哎呀你现在病情很严重啊，色体有裂纹了，气血不足啊，阴虚火旺啊什么的，它是原来十多年二十年前生病形成的，并不是现在有病，也要注意这种情况啊，这种情况看到过有这种情况，一看好像这个色子很严重，他病没有什么典型的病呢，因为他原来得个严重的病。第五个齿痕色，色子上面有齿痕很常见，色边上有齿印很常见，是很典型的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个牙齿印，很典型的牙齿印，色胎中间变黑了啊，色底颜色还可以，并不显得红，也不显得淡白，但是色体显得大一些吧，色体稍微显得大一些，边上的齿印很明显，这就是齿痕蛇，齿痕蛇，齿痕蛇多半是脾虚水湿内盛，按道理这种蛇体一般来说是要大一些，它的色质一般来说比较娇嫩一些，旁嫩蛇经常是色体胖大或者色体胖嫩边有齿痕，经常是八个字，
连在一起行。色体淡胖便有齿痕，经常的，所以多半是脾虚水湿内盛，脾虚水湿内盛。由于痰湿水湿停留在人体里面，人整个人体会胖大，会发酵，像个馒头一样。那么舌子它也会有水分经济，也会胖大。一胖大以后，舌体长期在口腔里面受到牙齿的挤压，就出现了齿痕。因此多半是舌体大胖嫩，颜色偏淡，这是最常见的情况。这个舌体胖大，边上有齿痕，边上有齿痕，颜色色淡嫩匀滑，有这样的特点，这样的表现。舌苔少薄，是薄白苔，舌苔多半是寒湿内盛，阳虚水湿内停，这是最常见的原因。脾虚湿困水湿内停最常见的原因。舌淡红而舌边有齿痕，那就是单循的脾虚或者气虚。舌淡红颜色还可以，边上有明显的一个个的齿痕齿印。脾虚颜色并不淡，所以它不是阳虚，还是到了气虚脾虚。色红肿，肿大了以后，一般来说水肿痰湿内停可以出现齿痕，很常见。但是舌质很大红，那就不是阳虚水湿内停了。你看这个舌质红一些，红舌体不肿，但是不肿啊，边上还是舌体边缘比较薄，但是颜色舌质红，边上有齿痕，边上有齿痕，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多半是湿热痰热，反正除了热以外还有一个痰加在里面，所以它就显得红一些。由于有痰有湿或者有水，所以色体肿大，色体肿大。色淡红嫩，色体不大而有齿痕，是不是？色是淡红色，正常的吧？色体也不大，但是边上有点齿印，边上有点齿印，可能是先天性的齿痕色，也可能是病情比较轻，也可能是因为色体太嫩了，太嫩了，小孩子啊，什么色体很嫩，稍微受到一点挤压就出现了，前讲我们讲这是一个正常色，但是正常色边上就现在有齿痕了，有一些薄嫩了，也可能就是这个舌质很娇嫩，很娇嫩，没有经过风吹雨打，没有经过锻炼，是吧？很嫩，没有经过那个的。因此从这个舌质的颜色上面看，舌体上面看，看不出明显的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边上有点齿印，那也可能是先天性的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舌体太嫩了，是吧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，当然也有可能有点脾虚啊，气血不足啊，反正病情不会太重。今天的课只讲到这里些啊，讲了一个色质的颜色或色体质的老嫩胖瘦齿痕等等。下课。